哎呀！哎呀！王总啊，哎呀，小钱儿，哎呦呦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哎呦，小钱儿啊，你家这房子不错呀、啊。哎呦，我这房子啊，我这房子呀、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、哦不用我介绍、啊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，这房子的首付是。是，咱请进吧。好好好，王总啊，这项目要成了，我这小钱儿可就变大钱儿了。这话说的很实在嘛。这是，哦，这是我大姐夫，哦，大姐夫好，自家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呦，挺丰盛嘛这，是是是，王总啊，啊，这一桌子菜啊，我大姐夫忙活的，不是，大姐夫，啊，别老光摆手，你打个招呼啊。怎么不说话呀、啊？说话。王总啊，真的是太欢迎您了。王总您快坐，我都听顺丰介绍了啊，说你们两个人吧，不，你应该是帮衬着顺丰，哎，关照他啊。是是。我跟你说，我妹夫老有才了啊，真是高兴您到家里来吃啊。家里反正也没啥东西，我呢都是外边买的，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您放心，家里就吃个实在，对吧？行了，别吃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实实在在的。哎，说得很好嘛。在家吃饭可不就得实实在在的，哦，对对对，嗯，那行，嗯，哎，哎，好，王总啊，啊，哎呀，光临寒舍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敬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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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哟，这刀工不错呀，啊，这雕的是个狼牙棒吧。不是王总，这个不是狼牙棒啊，这是这还真是个狼牙棒。那不就是狼牙棒。哎呀，这样我回敬一杯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来，哎哎，感谢啊，哎哎，干了，哎呦呦呦呦，喝，哎呦哎呦，嗯，干了，干了，那养鱼呢？不是，王总，我这个人呢不胜酒力啊，我是想多喝点，但是我没那个技术。喝酒要什么技术啊？啊，喝酒要的是肚子。不是，是，哎呀。别给我倒了，你给别人。谢谢啊。别给我倒，你这不满。知道你。哦，王总，嗯，是这样啊，嗯，这个我带我妹夫敬您一杯。哎，好，我敬你一杯啊。哎哎，等会儿，你敬王总怎么能用那个呢？啊，我用碗。好，哟，行吗，王总啊。初次跟您见面啊，嗯，欢迎您到家里来。好，我代表顺丰敬您一杯。好的。王总啊，家里边呢也没啥好菜啊，我再敬您第二杯。好的。来吧。狼牙棒掉得不好，像个雷峰塔，我自罚一杯。姐夫海量啊，他行，这不必须追一杯。哎呀，王总爽快点啊，好，爽快点，王总爽快点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行了，倒上酒行了啊，大姐夫，哎，你去忙吧，哎，来，一块吃，哎，没，他还有事儿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我出去想，来，王总，甭管我了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啊。王总啊，吃菜啊！哎呀，我利用这点时间呢，嗯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设想，嗯啊。
咱们这个小区马路对面这个综合商厦呀，咱要是承包下来以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应该建一个高端的商城。哦，哎，这个高端体现在哪儿呢？一定要体现在它的门脸上。哦，那就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哎，这个商品也是，一定要全世界各种的名牌啊，咱得一应俱全呐。啊，噗噗的一个字儿，那就是大次。你这个音高啊，真能说明这个价位不低啊。不过这普通的老百姓他消费得起吗？哎，可以培养啊。哎，慢慢的培养他不就有了吗？哎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这哪个菜的味儿？这是辣不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这就这么高级的商务会谈，你在这吃大葱？大姐夫，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一个人蹲这吃大葱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给我一根。那我就不够了。你怎么这么抠呢？王总啊，接葱。哎，哎呀。哎呀，哎呀妈，王总，你吃葱也喜欢哈呀？山东人哪有不吃葱的呀？你山东人呐？我也山东人啊，我祖籍山东的，俺们家闯关东过来的。哎呀，你还见老乡？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王总，哎，王总，王总，其实我也爱吃葱。那一块儿呗啊，那给我一根。你再给我就真不够。你想想你们家房子啊，接葱。哎呀，哈出来啊！让你哈，你哭啥呀你？哎呀，太刺激了。行了，王总，走吧，咱回桌上去吧。对对对，就在这儿，这儿离大酱碗近。哎呀，不是，蹲这儿不舒服。你不懂，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得蹲着，就得蹲着。在这儿，我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，老乡。哎。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是这个小区物业高就，一直在物业干呢。对对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啊，我最早吧当兵，不是当兵，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。还礼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我，哎呀，战友，战友，战友，绝对战友。太巧了，老乡，这家有三哥，不是，你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，民兵啊，民兵也是兵，对对对对。哎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，我是民兵。做鞭炮的，鞭炮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既然都当过兵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动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，集合，向右看，站，向前看，扫息，立正。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百张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有力量就天，有力量就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。吃菜，吃吃吃。痛快，王总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。
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再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快知道。别，都是战友嘛，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他。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呀？对不对？咱们这块啊，总共有三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，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咱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平淡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，你的意见呢？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不是他那个什么了，我往哪塞呀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当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行？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指定放心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。可以啊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不是他没包，伙计，我有包。哎。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啊！好，王总，请。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我是 CEO。